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岛。从二月底开始呢，民众对于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该不该开放进口，这个瘦肉精的安全容许量又是多少，对于国内养猪产业有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这些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从消费者到猪农呢，也纷纷发起了好几场的游行抗议，希望政府能够从食品安全以及产业发展各方面来评估美国牛肉进口的问题。我们的岛这一集节目呢，也将透过美国牛和瘦肉精的争议来重新思考食物安全背后那一条看不到的界限。三管五卡破工，三管五卡破工，安心内阁破工，安心内阁破工。3月4日，针对含瘦肉精美牛进口问题，行政院公布安全容许、牛猪分离、强制标示、排除内脏的政策方向，清楚表达有条件开放的立场，社会各界一片哗然。这个牛猪分离，这完全就是政治的考量。如果今天猪不能使用，为什么牛可以含有瘦肉精？请告诉我，那是什么意思？住在台北的王小姐，为了喂饱家人，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大卖场。我们家小朋友大概我有两个嘛，对，那我们家在一家四口，对啊，那平常在两三天会来买一次。新鲜度是比较重要的考量，然后还有像肉类的话，就是会挑那个肉瘦肉比较多的。通过经验可以目测新鲜度，可是成分内容却看不出来。最近因为瘦肉精的争议，消费者和商家对生鲜商品都特别小心。那什么是自主管理？就说我在进口商进到我这边之前，我先做一个检验。我可能到了这个商品要上架之前，我可以做一个把关。那当然，其实在卖场上有大概50000多个品项的选择性哦，这么多选择性，我当然没有办法每一个都做到很精确的自主管理的部分。但是我们很努力的希望可以在生鲜的部分开始。要求详尽标示食物来源、载明产地、生产者和生产方式，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卖场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可是并不是所有产品都能交代清楚，这个时候的消费者似乎只能靠自己。跟过去一样，高雄的传统市场人潮不断，可是最近市场的气氛却有些怪异，每家肉摊都会挂上绝无瘦肉精的声明书。我这就是吼，因为这种的物件吼，就是卫生局吼，甲公会、甲地造，伊甲恁出证明，甲地农甲恁出证明，伊绝对无饲迄个，或者说瘦肉精，绝对无饲。瘦肉精它会怎么样？是吃了以后我们会怎么样？是在体内，那是我们不懂的。但是最起码我们要相信它。那你总不能都不吃？像这样报到现在。你看什么可以吃？昨天又爆甜甜圈，前天又爆什么？不讲了，在家了。为了提供国人更多资讯，学者和消费者组织特别在3月中召开记者会，说明瘦肉精的潜在风险。美国在1999年核准那个培理哦，还记得吧？哦，莱克波多安他上市的时候哦，在2年之后，2020的时候，那就在美国的那 USDA 哦一样，他收到很多的农民跟兽医的抱怨，哎，为什么这些药品当时这个饲料添加剂过去在核准的过程的时候，他们在Elanco的送出来的资料里面都说对动物没有影响。那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动物发生影响呢？跛脚哦，情绪改变，行为改变哦，猪是会咬人，会咬动物哦。那运送到那个屠宰的过程会死亡。瘦肉精正式名称为莱克多巴胺，可以让动物多长瘦肉，降低成本。
如果使用在猪的饲养过程，一般被称作培林。早年在参考世界各国的管制情况后，2006年10月11日，农委会动植物防检局曾经公布，瘦肉精属于动物用禁药，全面禁止畜牧业使用。到底它是药品呢？好，那国家会跟你讲说 ，no， 它是饲料添加剂。而饲料添加剂是给谁吃的？给牛吃的，不是给人吃的。哎，那很奇怪，它最后残留会到哪里？会到人啊，人会吃啊，对不对？那到人吃的话，那到底它什么？是食品吗？那瘦肉精就变成食品哦。OK， 那原来瘦肉精是饲料添加剂还是药物？这要重新定义好。可是这次为了开放美牛进口，行政院却自打嘴巴，提出十 ppb 安全容许量的可能性。因为在政治的利益上的交换，我们必须要进口很多属于美国来的谷物跟美国的食品。瘦肉精大家以为是在牛肉，其实错的。它最主要一开始我们就说它其实目标是在台湾的猪肉，因为猪肉才是我们的主食哈。其实牛是一个幌子哈。因为担心牛一开放猪就进来，全国猪农动员起来，在3月8日北上到农委会向政府抗议。大家换过来，换过来，大家团结自卫，大家团结自卫，进来进来，来，大家换下来，团结自卫，团结自卫，团结自卫。去年年底猪价开始下跌，跌到今年春节后下探低点，卖一头猪几乎赔半头猪。结果到了3月，瘦肉精美牛争议爆发，猪价跌到了谷底，所以猪农们把怨气一次发出来。农委会一定会站在农民的立场来斗考量这个代志。今仔日，大家劳师动众来到台北，大家意思、社会各界，咱的政府嘛拢有看到啊，嘛拢有听到啊。哎，你那这拍拼啊！底下了解咩咧？落啊，搁这拍拼。啊，无抗议敢无效？啊嘛，足奇怪的，抗议。抗议嘛，就是抗议，等下等下就记了，干呢？对，这个的饲料厂。原物料年年上涨，养猪的日子越来越难过。15年前，1公斤玉米3元，现在是在12元左右徘徊。豆粉也是从6元涨到15元，目前的养猪成本平均100公斤需要6800元。这拢了钱了噶啦，这，这栋吼爱了几啊百万的啦。这个厂。啊，这栋呢，敢那这栋爱了几啊百。为什么？啊，这栋1000只，啊1000只，1只了2000就了，了200万啊。猪价崩盘的主因是成本过高和供过于求，国际原物料上涨使得成本过高，政府没有总量管制造成供过于求。国内温体肉一年的需求量大约是500万头，可是现在的全国猪只数量却上看700万头。十几位过来就开始降了6000左右，过来足紧。正月就降到5000块，二月就4000块，一直降足紧嘞。我饲只猪个猪啊，30-40年，我也冇只难过，真正。如果说像这种情形，像现在的情形，如果再拖下去，真的我们家真的会被猪拖垮。我相信不止我们家啦，对这个产业真的没有信心。况且又美猪美牛要进口。让我们觉得说，怎么讲，更没有保障。
再加上瘦肉精引起的疑虑，更使得养猪产业陷入困境。最近呢，我们整个政府在考量美国牛肉的含瘦肉精的部分进口，那这方面，那也带动的我们养猪业者呢害怕在牛肉呢开放进口之后，是不是政府也同样的会开放猪肉进口？那假使开放进口的情况之下，会影响到整个养猪户我们猪农的生计的一个问题。啊，当初来的时节，愈抢做越冻，越冻有嘛，越愈夹紧，本身人会带，哈，越愈饲料摕啊批，好饲料摕啊批，越偏愈靠天做下。李玉康很记得，这座猪舍是在民国76年元旦入厝。当时他们一家人也跟着猪只一起搬过来。简单的说，这里就是李玉康的起家厝。只是说，当年养猪的荣景已经进入历史，现在的猪农要的也只是一份温饱和务农的最后一丝尊严。也瘦肉精也系用到的主位哈，系用到，唔爱抢共同运销啦，吼，也得。死亡率嗰度，吼，双双一台做嘅50只，从下来600做到台北啦，有10多人啦，下把死2只、3只落嚟嘅事，安尼冇事咧都绝对都冇事。台湾肉牛产业小，但并不代表不会受到美牛进口波及。当然你说没有冲击是骗人的啦，因为美牛事件哈，第一个本来台湾的牛就是没有吃什么瘦肉精什么，大家都没有吃啊，啊变成老百姓有的人就变成怕，哎呀，对呀，你不要说要清楚啊，你不要说都搞不清楚，消费者也会怕、啊，变成说我要吃牛，到底这个是哪一国的？随便让消费者讲讲，也对养牛户不公平啦。根据中央畜产会统计。台湾国产肉牛头数大约30000头，年供应量60000公吨，跟90多万公吨的进口牛肉比起来，市占率不到8%。而另外92%的进步空间有多大？台东的养牛达人刘玉章最了解。来，过去过去。刘玉章是台湾族人，养牛地点遍及台东、屏东和高雄。他把繁殖和保育工作集中在屏东和高雄。等到小牛四月龄离乳后，刘玉章会把牛移到台东放牛吃草。我这边是完全是靠放牧的，地点在我们这里在放，会比较大自然的环境嘛，所以有时候那个牛的动作。异性节目很多了，有时候你叫他从这边再往那边走，往西边走，你叫他往中间走，往右边走，所以有时候你要耐心很好，你就慢慢带他哦。你如果用暴力的那种，好像比较机动性的，他反而会跟你抗。跟一辈子都吃玉米的美国牛相较，刘玉章的牛有牛权多了，生活自在，行动自由，连雨季的草粮，刘玉章都帮他们准备好了。为什么这一边的草原留下来是防止台风季节还是气候不好之后水吸了太大了完全没办法出去就完全在这个我们管制的地方不让它吃平时不吃的地方嘛是这样子。逐水草而居的牛很快乐但是刘玉章可不轻松每天光是赶牛回家就要花掉2-3个小时。可是对自己用传统方式养牛他非常有自信。我是觉得我蛮有信心跟欧美的牛去比赛的。我觉得他们的好我们去学习嘛。但我们也不是都是坏的台湾的。台湾的我相信比他好只是推广的不过。政府单位推广的不过。对不对
本来生意就是比赛的嘛，竞争的嘛，谁养得好，可别是老百姓去做裁判，不要你政府单位去裁判嘛，给老百姓做裁判员不是更好？产业是否健全，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消费者的饮食安全。如果业者收支失衡，降低利润的行为一旦违法，受害的一定是把食物吃下肚的消费者。炸炸炸！李清玲是个专业的妈妈，说到如何挑食材，她比博士还厉害。只要遇到同好，她一定热心分享，毫不保留。那因为他的蔬菜他自己都有把关，哎呀，有时候没有货，我说为什么今天没有什么，他说不明来路他就不卖了，哎，对啊，对对对，他有他的坚持啊，对对对，哎呀，啊，当然稍微价钱是稍微贵一点，不过是我们值得啦，对啊，哎呀哎呀，我们希望说大家都有这种观念，贵一点我们，对对，我们消费者都买健康的这些农产品呐，那些生产者他们就会改变他们种植的方式，那就是创造了双赢，土地也好啊，他也获利啊。我们又得到健康。在中华市场买蔬菜，买海鲜则是去新中市场报到。如果要选肉，李清玲会风尘仆仆跑去主妇联盟挑选。这条路线形成了她的食材采买地图。回到家里，煎鱼、炒菜、炖鸡汤。一道道佳肴实现了一个母亲最简单的心愿。我想照顾好家人的健康是我的责任啊，那因为年轻人他们都忙啊，那就让我有一点工作做，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然后就是说看着小孙女啊还有孩子他们呢也健健康康的话哈，那我觉得这些辛苦都没有什么。李清玲深切的知道她有责任为家人的饮食安全把关，政府也理应如此，要提供给民众的是健康的食物、健全的农业，更要保护食物生产过程中在地文化的累积与涵养。我们自己要有自己的饮食的系统，你一定要注意到从饮食的那个原料素材到最前端的那个农业之间应该有种连结，不然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跟状况，是说我们农业也在种某些东西，可是效率一直有问题，所以农民很困扰，然后整个社会也很尴尬，说农业产销一直失调，那可是我们又必须要花很多的钱去进买国外的一些，其实我们又不能知道它真正的这个不管是食品安全或者食品的源头到底是究竟是如何，我们又没办法控制。饭桌上的欢乐是美好健康的食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养猪场里的来来往往，有猪市大吉的小小愿望，也有猪农驻足停留时对猪仔最后一眼的凝视。农民的生计和人民的生存其实是同一件事，因为如果在食物的世界里政府没有守住最后的防线，那么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大家都终将失去生活的依归。